我之前什么都吃，然后量吃的量都很多，小便的话会有一种泡泡，然后旁边那个有蚂蚁。不到40岁，两个月内暴瘦30公斤，就医检查发现空腹血糖高达200多，确诊是糖尿病，就像从头到脚每个器官都泡在糖水里。临床统计，糖尿病没控制好血糖，5年左右就可能面临失明、洗肾、神经病变、截肢、心肌梗塞及中风。并发症跑出来的时候才想要去治疗它，通常都已经来不及。现代人忙碌压力大，外食又少动，你是糖尿病的高风险族群吗？糖尿病友该如何摆脱要越吃越多甚至面临并发症的命运？智慧人医守护爱和您一起 hold 住血糖，逆转糖尿病。配合的好的话，你药量自然就减下来了，而且身体也比较健康，人精神也比较好。